禅机山维新圣教一心道场在国历110年1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，由梵拜法师诵经祈福，仰仗佛光威德，消除无明，洗净业报，自信光明圆满，欢迎十方大德前来共赞佛恩。道场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1段250巷25-1号，询问电话0988032285，0988032285。